车，有咱笑的，全国是阮第二的。谢谢。哦，我伫个啦，诸葛亮个啦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哦，要来介绍这两个哦，会使讲哦，本来大家对伊无啥熟悉，但是啊，拄上这个啥物？偶像剧犀利人妻大掉了，呵呵，大家就知影因什么人啊？因为安怎主题曲因唱的，还有请假聊袂聊哦。来，华夏欢迎林环一口诶，大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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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好，你好。啊，林环你好，啊，一口诶你好。哎，朱大哥，你认错了耶！我是林凡，他才是玉口哎。哦哟哟哦，林凡你好，你好，你四川人。他是四川人，对，他是马来西亚人。哦，你四川人哦，对对对，那你也不是台湾人哦。哎，我算是一半台湾人，一半马来西亚。对啦对啦，哦，难怪哦，我这个刚刚要介绍他们之前呢，我头脑有点错乱了哈。因为你从侧面看啊，很像我们演艺圈有一个谐星啊，就是那个郎祖筠啊。啊，真的吗？他笑脸的郎祖筠。那我有潜力当谐星哦。啊，有，你有潜力啊，你又会唱歌，就是比别人一定的呀，哦，就比别人厉害了。谢谢。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个你们今天来，你林环嘛，哈。对。哦，你是唱什么歌啊？我是唱五天几年，五天，休蛋休蛋，什么五天几年啊？五天就连一个礼拜都不到，你五天几年？有一点想象力吧。啊，哦，哎，今嘛上唱歌哦，哦，嘿，歌名哦，千变万化，我让沙龙博啦。哦，五天几年？你想讲五天？五年几天？五年几天乘以365，差不多要2000天。哦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五天几年，我就想要改，你硬讲一礼拜都无够啊！啊，怎么唱？你能不能唱啊？我也好混乱，混乱了。如果说这是爱，爱你好像是梦一场。哎哦，哎，这个听过啊？哦，哎，犀利人妻在看前都是这块盘在后边啊，吼，安尼一直爬一直爬，哦，就是你唱的啦，这个这个红啦，哦，这个厉害啦，哈，哦，啊，你是唱五天几年嘛？对。啊，你就是那个重伤，重伤你就唱你的，是啦，重伤也是林凡唱的，我唱的是《指望》。重伤也是他唱的，重伤也是。那你今天来干什么？没有，我有唱《指望》。哦，那你有唱《指望》是插曲，插曲，哦，插曲。《指望》怎么唱？别指望我谅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。哇，有听过，哇，掌声鼓励哦。哎，欸，这个是犀利人妻里面常听到的，啊，对对对。哦，哇，你每一首都很红嘞。哦，阿喜叫阿昂，歌曲嘛昂了哦。哎，欸，但是不错不错哦。嗯，啊，我知道你这个从四川来的哦，嗯，这次哦，这个金曲奖啊，有一点这个啊，这个。小误差误会啦，啊，可是无所谓啦，啊，你要知道朱大哥，嗯，哦，你知道我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真的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怎么我刚刚在介绍台语的时候，你说下面，好，不要打开洗塞啊，你好像听不懂台语啊。我台语不是很熟悉。哦，旁边有人跟你讲了，啊，哈，那我尽量讲国语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以前啊，这个出道的时候，我也是歌唱底的，嗯，哦，就是唱歌的，但是。怎么样？跟麻辣锅底是一样的。你以前吃麻辣锅，我以前唱歌的，啊，但是我因为觉得主持比较好赚，我就放弃歌唱了。啊，还好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出 tape。嗯， tape 是什么？就专辑。啊，专辑。对对对，专辑啊。啊，我因为没有出，所以我去年金曲奖我就有参加，我有新人奖的资格。哦。啊，但是因为你去年好像有出过唱片嘛，哈，那也不算唱片了。啊，对啊，不算啊，对吧？误会，误会，误会了啊。但是无所谓哦，有实力最重要。对，有实力最重要。哎，朱大哥就是要勉励你哦。今年这个新人奖没有，但是歌唱得好听。嗯，明年跟他一样。一起入围金曲奖歌后奖，耶！哦，对不对？一起给他拿奖了，哦。好，哎，啊，你就再参加新人奖。不是，已经过了，对对对。没有资格了，好了，这个歌曲还有这个戏剧都很红，哦，然后都是你们唱的，哦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人要感谢的？嗯，其实有好多人呢，当然谢谢犀利人妻剧组啊、导演啊，愿意用我跟可唯的歌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你们唱，我刚刚在旁边听，真的太好听了，天籁，谢谢谢谢，天籁哦，真的是好听了啊。好了，
那今天既然你们两个来这边了，就不多访问你们，让你们多唱几首歌给大家听听。好，带来什么歌曲？最近呢有发行《犀利人妻》的原声带。对，哦，原声带也带来了一张送给朱大哥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希望你喜欢，谢谢。哦，我这个可以说婚生得到一块啊，你们去准备那边有一块。对，会准备，会准备。我这个。就有两块啊，因为朱大哥那一块可能会给我。好了，既然要唱这个原声带，我们听看看。来，婆香欢迎林环、易可为。谢谢。我很开心，因为努力是我和你们分享梦。肩膀最辽阔，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。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，我整天开着手机都是我，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。我懂星座，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。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，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。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，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。